加基森，充满机遇的都市。加基森，校园弥漫之间。加基森，处处都有欺骗。响声响，叮当叮叮当，荷包就鼓鼓囊囊。加基森从来没有底线。加基森哪儿都危险。消灭对手和帮助盟友，我们穿梭在街上。看看你的周围，坏蛋成堆，好戏就要上演了。这就是加基森。现在谁才是老大？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网易暴雪联合主办牛 TV 承办的炉石传说黄金总决赛的小组赛，我是鬼鬼，我是小智。大家好，我是苏二。好，那接下来进行我们 A 组的最后一场的比赛，那么今天也是我们 A 组循环赛的最后一场。对，那接下来是由 E-STAR 的杰森周对阵我们的旋风平凡之路。那杰森周这边是带了一个 A 组唯一的一个德，对，是一个奇遇德，今年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好。但是这一次总决赛也是没有能够小组出线，是没有长胜将军。对，那么旋风之路的话，这边就是卡组的话也比较，他是带了 A 组唯一一个的中速萨，他的萨满。对的，而且他这边也是有海龙站的，对，中速萨也给你办了，是吧？就把你的萨满办了。看一下双方的半选情况，哎，果然是被办掉了萨满。杰森这德被办了，德，我觉得你还是办萨满好吧。因为杰森州这边的德清玉德嘛，然后打对面的像龙墨什么的卡组其实还不错，就后期确实打不过。是，对。然后宇宙树的话好像也不太容易打，因为他这套宇宙树的话也是没有斩杀的。没有斩杀吗？是的，他是带了大王没有斩杀。哦，那还是给他办了吧。确实比较难。那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双方的首发，萨满对阵一个宇宙树。哇，这个萨满起手真棒。宇宙树这边哎也还可以。可以的，萨满打宇宙树的话，其实他这样的星海萨还是看前期节奏的。宇宙树你要起手有个一二二才可以。两费图腾魔像，好开心啊！哇，三费可以三个一，三费三个海盗，然后被对面一把火全烧了，那也得出啊！不是对呀、啊，你是想买还是要卖？这里应该拿个力带吧？我觉得以后可以出一个海盗杀手线。海盗杀手线吗？对，那消灭一个海盗并获得加二加二。那怎么会是海，怎么会是螃蟹了？海盗都是怕鲨鱼。不是啊，是吗？海盗杀手鱼啊，可以一条鲨鱼。不是海上执法者吗？专门吃你的海盗。不是，海盗掉到水里面了，就鲨鱼游过来把你吃了，加二加二吃完了。是不是现在海盗太猖獗了吧？对的，轮到我上场了。这个冲的好舒服。这里的话，这里有没有可能去恶魔之怒接死缠？恶魔之怒接死缠的话，这边如果说小忍死缠的话，好像场面不太好。对，不太好，还不如恶魔之怒。这个学区人先，因为我现在没有水桶，你这一弓刀不一定会捅，不捅就给你吃了。对。哎呀，末日将你可以了，末日很不错了已经。这里的话，那就转个图腾，下一线。这刀砍一下吧。他应该是不会砍，肯定不会捅、啊。应该是不会砍。两个两费。那就末日加小软。对呀、啊，给你场上给你轰干净，一个不留。但是其实萨满是有这个熔岩爆裂的。但你熔岩爆裂去解一个末日太亏了。
对啊，亏出血。这里肯定是就是熔岩爆破雷会留着去打脸了。术士肯定是这样打。他这个不好用熔岩爆雷，因为他用了之后他下回合六费上不去黑掌。哎，这边这个就好了，这个可以。对，这个还能铺个场。对，这个很还是蛮重要的。嗯。然后下回合黑掌的话就是22加一个33。那挺好的。哎呀。这里可以烧了，烧了杀个。好后悔没有拿一张历代、啊。这里直接烧也没问题，我觉得这个时候要烧的。你确定要烧吗？我觉得不用烧。但是你不烧的话，对面长空其实也不低。下回合黑掌你怎么说？哎，这个螃蟹为什么不出啊？他的螃蟹留着干嘛呢？吃谁？哦，青海沙换技能的。吃一三吗？吃你的。芬利莫克顿爵士。有道理啊，但是他有梦想，有梦想，可以的，那就把这个螃蟹留着，上女王吧，好不好？是不是上女王是不是？上女王的话，对面长弓7点，解掉一个2，这里的话会不会把上女王死不掉？挺好的，安全。其实这里大地好像也不错，上女王解一个，大地会不会比女王更好一点？女王，我觉得女王有威慑你，上女王结一个，你现在抽4血都打不死我。但我感觉上大地的话，他这里结一波费也蛮舒服的。就女王其实对面根本就不会去理你，不理你更好啊，不理我下回烧了。我可没时间。结一个你结一个，对呀、啊，结个这个呀，12，挺好的。七费有没有可能会死？这边死不了，抽4血都死不了。不会死。抽4血加9攻，9攻这场面上是8攻、17攻也死不了啊。如果是双熔岩爆裂加闪电剑的话，就死了。还是差了一点。有这么厉害吗？烧了，直接爆炸。哇，这个烧。手里8点伤害，烧了。女王打脸烧，我觉得可以脏鼠烧，先上脏鼠吧，会不会好一点？先脏鼠。嗯。啊，反正、就是、他这里的话会不会？不是吧，我的天！雷诺，这边还是比较保守的。你别说这里，如果说不去杰克逊，选择了烧，对面抽血量有点少，再抽一张直伤。嗯。再抽一张直伤才打得死。对。但是有死的风险。他手里才8点伤害，刚才剩11滴血吧。抽个闪电就死了。闪电剑，对吧？抽个闪电剑就死了。抽个熔岩爆裂也死了。对。还是很危险。这时候还是打得稳。先回满，反正回满之后对面就差很多了。嗯，但是对面如果这时候把女王解了，其实你挺亏的。0-4还不错哦，抓个什么一，这不好受。哇，这是要送黑掌呀？这是赌对面没有烧吗？现在烧女王抓的是这个，可以把这个青玉魔像抓回来的。对的，张鼠烧，这还想烧？啄一口。这把的话应该是比较稳了，已经就基本上雷诺能够满上。哎，是不是有1血伏笔？雷诺先过墙，女王打脸是打5血。1血伏笔是不是？嗯，对。我无所谓，反正都投了，因为只要反正把这个女王烧掉，对面上面就打不了了。对，那其实第一把意外的很快就结束了，非常快。这种对局的话，基本上就是你这种打脸卡总你抢不死对面，特别是杰克逊一口满上 就像我们打前期的时候常说的一句话，会玩的萨满已经开始下一盘了，就没必要跟你拖着。会玩的萨满下回合的天师都已经两攻了。好，那这样子的话是旋风平凡之路这边的宇宙树先赢下了一局。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海龙战。啊不，他这边他这边应该是龙木对吧、嗯、这边还没有海龙战，还没上。海龙战就是今天的翻车之王。对。会不会被三关？我们还是蛮期待海龙战的啊。看一下双方起手，有人受伤了，牧师是直接下了一个北郡。北郡的话，去压一压对面的海盗也还可以，嗯、就是上来吃你海盗，吃不掉被吃劫了。被刺。嗯、
胜场了。哦，这个一二写不掉了。那盗贼打龙木讲道理应该还是不错的，蛮好打的一个对局。有门，盗贼在任何时期都是牧师的爸爸，没办法。这里的话，这过了一遍，过了呀。这里，要么你上个小软上去，小软上去好亏。对面你上小软上去就是被对面硬币军七的雪崩。嗯，来一口友谊之奶算的吧。我不想跟你做朋友。好，这边全部打脸。三费你，这样的话应该会喷掉了。哎，这个虚空幽龙是谁家？对，这里面会一转了。还是喷，还是喷。嗯，反正你硬币军七的话，你就亏个硬币。硬币军七，他这边可能会硬币冷血了吧？对，硬币军七贴个冷血打脸。四攻多牛批，嗯，就这样打吧，没问题。这里大范反正打牧师也没什么用。大范打牧师最好是照试试的。嗯，刷了半天一个灭。对呀，啊，冷血贴，嗯，不亏费用，和你。下回合可以出刀送。如果下回合是刺激带发刀扇加大范就厉害了，四四，也不是，这就是六六了。这个龙的话有点烦。哎，盗墓匪贼不好上啊，这边盗墓匪贼，这上匪贼不是？要么刀扇吧。这里好像刀扇吧。嗯，过张牌。嗯，感觉刀扇是最好的选择。强行匪贼吗？强行匪贼的话，你不可能用两个去换，你不动吗？匪贼就亏种了。你不动下面，你不动下面的话，对面五费哦，五费如果出一个黑衣腐蚀者给你喷掉五二，然后我把你三三吃了的话，你还是就很亏。就血崩了。嗯。刀扇吧，最好的选择。反正刀扇因为打这个牧师也不需要你 A O E 什么的。这个，那你就喷了呀。吃掉一个五二。喷一个吃一个。对，先赚到一个三三。打牧师刀扇没什么用，牧师都是大屁股，你了不起配法伤 A 两滴血也没什么用。他这里下匪贼，其实我们是建议把刀扇打了算了。是，如果他手里有一个加基森的话，可以考虑匪贼吧。但是没有加基森的话，无奈之举。那就这里要不要造个饭呢？不造吧。哎呀，本来是可以造一个蛮大的饭了。他也怕灭呀，牧师是吧？我看看这个牧师带了几个灭。两个灭，你敢招大范？这里的话可以选择去吃掉一个。我想他可以这么打，我加个盾，然后我再奶一口，我去把你武功吃了，感觉有点亏。然后不亏，还可以上个一，还可以上个一三呢。对，然后我还可以上个一三。这么打的话。他这样也可以。哎，贝斯。贝斯没用啊，对面是个五一。贝斯的话，应该还不如吹嘘海盗。嗯。再偷一张。好，牧师还是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偷你两张牌。大家都是朋友，拿你两张不过分吧？不过分。哎。哇。再偷。这个牌还就有点厉害。这个牌还是隐身的，涌动起来了。嗯，涌动头啊，看天环头，妙手空空，缩小，牧师就是好像没什么用。这边笑老师过一张牌吧，姐。知不知道牧师为什么这么能偷？为什么？因为安杜因的爸爸以前的队友就是瓦利拉，然后安杜因的爸爸不见了，瓦利拉一手把他带大。就专门教他偷东西。哦，原来这个是有剧情的，有背景的，对吧？对，不是说牧师你就得偷，牧师一个圣光系职业，他不会偷东西的，都是盗贼教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问题是，我们现在都是泰兰德，这个怎么解释？人家是安杜因，好吧，现在就要灭你师门了。这边盗贼，哎，杰森州这手确实特别尴尬，非常尴尬。
要么就上个饭吧。我这边的话想着一手下回就上饭啊，现在上个饭是他饭估计都不想上，那就太尴尬了。他应该是想后面去闷这样的一个武钢流。哇，大球开始涌动起来，用不完的手牌。这张沙库尔我们基本上很少能够看得到。嗯，太爽了，因为基本上没有就是构筑的卡组会带上它。只要我这开刷，这边就看加基森来创造奇迹了。硬币，然后应该是背刺，可以背刺起手。刺一代发刺，刺过不错。这里如果再刷一张闷棍，把五六闷回去，那就太棒了。那你再被投两张牌。这个时候还是需要节奏吧，投到你怀疑人生，硬币大饭了好像。对，可以硬币大饭。看这里能刷到什么吧？哎呀，哇塞，那就这还上什么饭啊？对，那这样的话就不上饭了。这个，继续再吹嘘，吹嘘吧。吹嘘。嗯。哇靠，两个选手互不相让，你投我一张，我投你两张。不上吹嘘也行。场面来讲，三二可能会更强一点。那这边可以打个龙息。这边先偷吧，先偷再龙息药水。对，先偷再看，如果偷到背刺加刺骨，哎，这个是这个打怪也可以偷吗？可以，攻击只要攻击就可以偷，那可以，那就干脸呗。他这么打就是我想要背刺刺骨，想多了吧？这里。可能还是龙息好一点吧。这个龙到底这个场面还是有点难处理的。这个龙息应该是不得不打了吧？嗯，打龙息的话就打脸呗。哇，他选择送掉了。哇塞！哇，这个牌强了。没有用啊。没用啊。但是这个非盗贼职业牌全部都会减费的。嗯。他是非盗贼职业的其他职业牌。对呀、啊，他牧师牌都可以减费的，很强的。但是应该不是盗贼职业吧？是，好像是你的职业吧？是吗？这张牌被改过了，好像。好像是非盗贼牌吧？看一下。哎呀，我也记不住了，这个牌挺冷门的。嗯，是。投吧。这张牌以前的话好像是可以全部都减肥的，现在好像现在也好像是的吧？以前好像是盗贼是吧？就盗贼以外的职业牌。对，以前是除了盗贼的牌都职业牌都减的。反正我记得他现在是只减职业牌，现在是好像减不了的，就是中立不减，但是中立一直都不减。但是是不是除了盗贼之外的都可以减？以前也是中立，这个没研究过，因为确实没怎么去关注他。减、我记得是减的，因为我有一次就是被一个牧师偷了我一个虚灵绷带人，然后减所有的牌减废了，直接把我打崩了。他现在有四张职业牌。总共可以减八费，爽翻了。我尽快做出选择。这次个门棍不是爆炸了？吹嘘海盗拿个灭怎么样？这里的话。有没有梦想？嗨，没有用，应该会给蓝龙贴个冷血吧。过了这堵墙，好亏哦。那也没办法。那盗贼走远了呀，没有过牌了。哇直接出火车王，火车王，然后隐藏，隐藏了这里，那你也抢不死啊。那这边牧师确实好像没有办法，他只有一个死亡之翼。是，而且这个牧师只带了一张龙息，因为他逼出了对面的龙息药水之后，对面没办法，也没有神圣星星，有墙呀。你看看，一个农民教官再加个这个暗金教压人，这里应该也只能顶墙了吧？再
再上个再贴个盾，就赌对面没有闷棍，太棒了。对面用过一张了，用过一张，对，这挺好的呀。哎，这个我觉得是可以上这个虚拟商人吧，好像是可以上，是可以减肥了吧？应该是可以减肥，因为他没有特指盗贼的职业牌。对呀、他就是说你的职业牌，不一样的其他职业牌。对呀、那就用了呗。用了之后，这个农民教官都是零费了。你在嘲笑我？这个好像是不可以。可以，可以。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可以被减肥的。可以减肥的。长生不老吗？就我记得以前是曾经是可以减肥的，但是后来这张牌被改过一次。改的话，改成什么样了？这非潜行者职业牌，我看到字了。导播可以切个画面吗？这张牌。非潜行者的职业牌可以用的，费用是够的。你这张用出去之后，农民教官零费，这个暗金教压人是一费，也是够的。贴个盾零费，可能我们选手这张牌用的也少。我看到没有？非潜行者职业牌，牧师所有牌都减肥了。早出早占个五六，多厉害！哇，这个牧师有点苟不住了。苟得住，苟得住。这合个解光，喷掉一个，解光呀，痛一个，然后打两个，然后再拿一口。忍了。十一选现在贼还有什么手段吗？好像没什么手段了。火车王也交过了。对，这边的话应该只能靠加基森。加基森好像也很难。嗯，加基森能刷到什么？刷什么都没用了。嗯，我输了，确实没办法。哇，这边战成了一个2-0啊。那平凡之路这边就只剩下一个战士了。平凡之路剩一个龙，海龙战，海龙战，就有可能又被三关的海龙战。今天的翻车之王，嗯，这把盗贼输给牧师还是有点可惜的，太可惜了。而且他主要是那一波加基森被对面龙袭，嗯，挺可惜的，因为他已经隐藏了，然后对面右手第一张出来了一个龙袭，偷都没有，对面厉害，对面偷的好。哎，这把骑手其实还可以、只要不换上来帕奇斯，这个目光守护者也不要了吧？还是有点怕卡梅隆。嗯，他留一个种子嘛。哦，那行，一费二费三费硬币巧，可以。绝局人万岁！那冲了，这边可能会先抽，直接硬币冲吧，冲掉。两费的时候也可以上两个一费。这一把的海龙战才算是一个好像正常一点的海。是。之前总感觉差了一点。不好说。这边二费还是三四。直接二三十。那这时候海龙战的节奏就抢过来了。对。对。两个一费的拍上去，捅一刀。这里要不要解掉三四呢？是捅一刀解。解掉吧。卖脸解。可以解。场上留三个怪。稳的不行。解掉之后，对面两三费，过载一两费。哦，你说他这个闪电剑要是打掉的话，下回合又打不出青玉闪电。下回合要抽个大血，我就哭了。金鳞龙。金鳞龙上了。正好来了碧蓝幼龙，就是这沙满要抽个大漩涡，是不是要哭？大漩涡的话没有费，这边还是过载。上回合打闪电剑，对呀、过载了呀。他要不打，不打就还有希望。那这边的话还好没有抽碧蓝海盗。哇，黑白痴，这节奏一下慢下来了。海龙战的节奏，这把战士现在好开心。对，那感觉这把好像沙满有点难了。对。非常难，除非来闪电风暴。这里可以先下墙啊，先下墙，其实可以先下墙呀。他想抢死这个沙门，
其实刚刚那回合他转速人是不是有点太破节奏了？他刚刚三费下个飞胶海盗接个火车是可以解掉这个精灵的。是的。这边很舒服啊，节奏。嗯、这是想要返场，好像也只能靠。只能靠这个。闪电风暴啊！他这个应该是没有带闪电风暴。清域闪电。带了。我看一下。他不是，他是一个青海萨。哦。他只有大漩涡。杰森州是青海萨。对。那就没办法。这里要不要？要么继续再打一个，再打个青。打个清雨闪电，他这里可以大漩涡呀。哎，那还是要清雨闪电，你这失血解不掉啊。蓝龙先不解吧。那也行，因为他下回还可以清雨闪电嘛。反正你得返场。对。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骑士。转个图腾。其实我觉得可以把。刚刚其实可以把血法扔上去打一个全场三的。他转个图腾，这个也可以变成两攻啊。这个一二的激励就是加一攻，图腾已断了。对，他除非是血法，然后加那个，但是这样就感觉有点伏笔。有一点点，对。但你也不能说他是伏笔。快跑啊！这样就解不掉了。这样是不是有点影响？那这样的话，应该就是。跑了呀，跑了呀，还能打吧？还能打，还能打。青玉闪电，然后海盗加，火蛇。这里可以这个狼魂好像也不错。这个狼魂。这个狼魂吗？狼魂就是又有可能被对面白喷。那应该哇，这边 哦，好舒服。哇，这是双白吃。好舒服的节奏，好舒服。然后四攻直接踢脸就可以了。打了半天，我们终于看到一个非常顺的。不会要解场吧？不要解吧，这里没有什么解的理由啊，兄弟，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赶快怼你！好，哎呦，好稳啊，好稳，好稳，打得好球，太稳了。上半这个手牌呀，上吧。哇，这边也是直接放弃了。是，确实打得可能是怕 AOE。是怕 AOE， 因为今天海龙战翻车的次数太多了。但他这边的话，毕竟只有两个大漩涡，已经交了一发的情况下，这边那也怕呀。嗯，他稳一点也没什么。对呀、啊，他稳一点可以，对，优势稳嘛。所以我感觉之前的话，剑圣说这一把是可以早点把飞胶海盗，这样可以早点拉出一个帕奇斯。对，当时在这个火车是可以解一个精灵龙。对，是可以解的。节奏太慢了，不过这一把确实是海龙战。嗯，展现出了他天赋、就是、就是很顺的一个自己的节奏来了。对，嗯，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一次黄金总决赛 A 组的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我们也还是要恭喜一下牛逼的奶嘎的和我们的驴哥进入了我们的应该是八强。是的，嗯，好，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会有 B 组更精彩比赛。